What up, bro? Wow. 你们好。海的女儿们真好看哎。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危险的迷人。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八传媒 SH487 Senses 的危险的 Smile 小影卓。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八传媒 SH487 Senses 的危险的 Fox Kiki 许佳琪。危险的 Fox。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少城时代的危险的 Voice 的许新文。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觉醒东方的危险的 Ice 刘令姿。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来自果然娱乐的危险的 Feeling 葛欣怡。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来自匠心娱乐的危险的 Wave 安琪。你们都很危险哈，你为什么这么危险？因为其实我们这首歌歌词里面有一句是危险又迷人啊。这次跟坤 PD 合作的感觉如何？非常的细心跟负责任，他有专门去亲自监捧，对不对？对，超级认真的对待这个舞台。对你们狠吗？苛刻吗？没事，狠你就说出来，没关系，我保护你们。还蛮好的，真的还蛮好的。非常耐心，嗯。因为坤一直也是队长嘛，对，所以他会操很多心，也很让人放心。这次为了新歌，自己其实等一下，这种话你为什么要照着本子念？就是说还看一眼，你还不够了解我，不要拦着我。这个真的，这个主持真的主持不下去了，好吗？三个师兄一台戏，我为你们操了多少心，重新念。不是我们第一次主持，别吓我们。